喜欢。宽子，我想吃糖葫芦。你这怀的到底是男孩女孩？一会儿吃酸，一会儿吃甜的。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行，借你的吉言。等我啊。嗯。这糖葫芦哪个比较的甜呀？都甜呐。哎，喝少了啊！你停车，别熄火啊！停车！他们俩真的太可恶了，我这狠狠踢了他一脚，但没想到他怎么就给踢昏过去了。是你把人给踢死了。你说你们上公园去玩出这么大的祸呀？好了，小姐啊，别哭啊。那警察叫他去呀，那只是落实落实情况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哎呀，你听你爸的。你爸说没事儿，保证就没事儿。是啊。来，老头子，喝一口。阿姨，叔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啊？他们说案情对姐夫不利，说的是不属于正当防卫，属于故意伤害。那故意伤害会是个什么结果啊？估计十多年吧。十多年？您别着急啊，我这儿再去看看，想想办法。如果说有什么办法，我们马上回来跟你们说。那你快点啊！你说这叫啥理啊？这叫啊？还没听说过这呢。我们这是你干啥去？讨个说法，讨。把衣服穿上。宽子，老头子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规定。李宽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现在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了。
妈还好吧？宽子，老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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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，他们挺好的，爸跟妈都非常好，就是想你。记住了，永远不要让孩子知道我是个杀人犯。就说我死了，我反复的思前想后，为了孩子的前途，咱们还是离婚吧。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？不是你哪儿做的不好，你是做的太好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更不能影响孩子前途，也不能影响你的生活。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这些东西麻烦你交给他。啊，好的。同志，我能麻烦你帮我劝劝他吗？他是绝对不会见您的，他说了，如果您不跟他离婚，他就绝食。您还是考虑考虑吧，别惹出什么事情。这一切不只是为了我，也不只是为了你，只为了孩子。我不答应，为了孩子，我们不能离婚。你知道孩子没有父亲是多可怜？就是为了让他们今后有个幸福的生活，不能从小就顶着父亲是个杀人犯的名声。我不答应。你不答应，你就是逼我死。宽子，宽子。平时呢，表现不错，多次受过嘉奖，还立过功，平息了不少隐患。出去以后啊，要好好做人。是，谢谢政府。
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我在模仿 Michael 呢，我偶像，我超爱他。妈，你不知道，他穿成这样是为了吸引女同学的眼球，所以才穿成这样。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就是这样。行了啊，你们俩呀，面临高考，别把那心思用在穿衣戴帽上，用到学习上才对呢。你赶紧换了，好去商场。我不换，穿衣服你也管，有什么不能去的呀？我说换就得换，我赶紧去看看奶奶。行了行了，啊，换了换了。妈，妈，哎呦，妈妈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给我，哎呦妈，你这干什么呢？别别了，来来来，给我给我，别动了，别动啊！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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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，来，我看看，哎呦妈，你这怎么弄的呀？你行行行，等会儿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等会儿擦擦，来来来，别动啊，行行。你看，抹太多香香了就不香了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听话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来，哎呦嘿嘿，好嘞，站到这儿啊，站到这儿，站到这儿，听话有香香呀，好了啊，一会儿领你出门啊。
起。宽子。起。这个，哎，这件漂亮啊！我看看，你看这多漂亮，这件衣服，快看看看看，就这件。怎么样？妈，我们挑的是情侣装。哎呀，净胡说！那哥俩什么情侣装啊？那叫什么呀？叫兄妹装啊？行了啊，赶紧穿上，让妈看看。好，穿上。来，换套。看看这。爸，宽子出来了，宽子回来了，宽子熬出来了，爸，你老人家别牵挂我了，你老人家安心吧，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宽子，爸。起来吧，给咱爸烧点纸，送点钱啊！爸，你放心，以后每年清明我都来看你，我会经常来的。爸，你要有什么想说的就托梦给我啊，爸。咱妈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两个孩子也都好，他们现在生活很稳定。宽子，姐劝你还是先不要去打扰他们。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一下准新郎和准新娘，有请两位隆重登场。这是马总特意为大家准备的一桌本帮菜，请慢用。宽总，您看这又是鱼又是虾的，都是豆腐做的，特意给你准备，上汤，油薄，味淡。各位，今天呢是为宽子接风，啊，别的我也不多说了。向哥，啊，咱们痛痛快快来个一醉方休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一醉方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能先说两句吗？行，哥，你说吧，说。第一句啊，兄弟们都不容易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一定要珍惜现在稳稳当当的生活，大家都是犯过错误的人，在里边既然受了教育，出来以后咱就要堂堂正正做人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有掌声啊！说得好。这第二句呢，既然咱们他都出来了，我觉得就要一定要自己谋个事儿，要自食其力。自己养活自己，千万不要当啃老、啃家族了。再不济，兄弟们互相伸把手，都帮忙。但有一点，绝对不能干一丁点危害社会的事情。好，这样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
好吧，那我们也干，来，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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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各位。很多朋友问我，说呀，司徒，最近看你怎么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怎么这么兴奋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追丁杰七年啊，我害了七年的相思之苦，我今天终于抱得美人归了。你们说，我应不应该高兴？谢谢。我们几个就给你表演一段骑驴舞，方一，骑驴舞，他欢迎你啊！哎，好，快快快，来！好，我在这里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当时有一个客人，拿着一个皮夹克来店里。我的大内总管丁杰，在这里呢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想要跟丁杰说几句话。丁杰，虽然咱俩没有走进结婚殿堂，但是在这一刻起，你就是我的夫人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来陪伴你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懂得珍惜，也懂得感恩。我也想告诉大家，那就是不是这干什么呢？这什么啊？开会啊！哎，姐，妈，妈，妈，姐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姐，妈，姐。姐，妈，妈，你醒了，醒了，妈，睡，你好点没？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妈，你怎么晕倒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真没事。我把我吓死了。嗯，怎么会突然这样呢，姐？你这好好的怎么晕倒了呢？没事，奶奶没事，奶奶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说，喝点水了啊。那个丁武啊，你姐没什么事了，你这样的，你先带奶奶先回去吧啊，这边交给我了。先回去。都走吧，都走吧。没事，没事了。那谁，那个丁杰没事了啊，奶奶。走吧，奶奶。回去，司徒叔叔辛苦你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找我，走吧。啊，我奶奶。奶奶没事了，先回去吧啊。走吧，奶奶。
他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走吧，一会儿好了啊。来，糖我给他拿着，糖我给他拿着。对，行。好，妈，好走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走吧，哥啊，好，拜托，走吧，奶奶啊。没事，走吧。哎呦，喂。吓死我了！你真没事了吗？啊，没事。我是觉得呀，这段时间你压力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可能是吧。云姐啊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。啊，我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你和照顾你。从今往后，家里所有的事交给我，包括奶奶两个孩子上大学的事儿，都由我来办，行吗？别操这个心了，啊！建新呀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之所以没告诉你呢，是想等你生活稳定下来，然后再慢慢找机会跟你说。嗯，那什么，你知道丁杰他们现在住哪儿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得把我妈接回来呀。谁来了？你找谁呀？妈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妈。妈，我陌生人不许进我们家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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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筷子呀，我知道你生我气呀，妈，我是对不起全家呀。筷子，对不起你呀，妈。哎，同志，你先别哭。筷子是谁？妈，我知道你生我气，你不原谅我了。我是对不起全家，我害了爸
妈，你别不认我，好吧，原谅我，我这次回来再也不离开你了，我给你老养老送终，好不好，妈？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，妈？我真的没有儿子，你快起来吧。妈，你快起来吧，地下可凉。妈，你快找你妈去吧啊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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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妈，妈不认识我了。我妈不认识我了，不认识我了。我是听说老太太有点毛病，严重吗？一点都不认识啊？一点都不认识了，我怎么喊妈，她都不答应啊！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把我认成外人了，因为在她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儿子这个概念了。我感觉，我妈好像永远失去儿子了，她没有儿子了。建新，好兄弟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四号店应该提出表扬。首先卫生好，服务好，客人反响好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月四号店，它的营业额是所有连锁店中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啊，这奇了怪了，我每天巡视一趟吧，都没发现这么多细节，你怎么就能发现呢？啊？发现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哎！别吹捧我了。我这一点不吹捧你，我说的都实话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你啊，我可真的玩不转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生活、事业，没有你肯定停摆。我怎么这么佩服我自己啊？我真有眼力，我一眼就相中。行了，我呢，心里有数了，我去外面开个会去，啊。开会的时候以鼓励为主，毕竟都是小错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建新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不，有几件衣服送你这洗洗，顺带看看你，想喝点啥？那正好，刚沏的茶，快请坐。哎呀，嘿，丁经理现在讲究了，改喝普洱了。哪有啊，是司徒刚送过来，沏好了还没来得及喝呢，就去开会了。嗯，不错，陈年老茶，入口很有回味。哎呀，现在有些老旧的物件啊，还是很值得怀念。建新啊，你是不是不是为了喝茶来的？
看来什么也逃不过你的法眼啊。那我就直说了吧，宽子想见你。